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胖哥，今天把强哥叫上啊，来帮我们这个基地把水装上啊。然后今天我们拉了一点这个冰柜，然后还有空调，还有桌子啊，我们这上面慢慢要完善了。今天要辛苦你喽。别看我们强哥啊，他做厨可以啊，然后水电这方面他也比较精通啊，号称我们橘河百事通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。现在把东西下下来啊，这个是我们之前那个茶楼的，这个很大一个铁桶，里面拉些东西。再加个东西吧。现在把东西下下来啊，就准备吃饭了。今天来的比较晚啊，吃了饭我们就下午继续干活。准备发开了，我们现在先吃饭啊，下次多喝点，今天多吃点啊，这个下午要该你表演的时候。刚刚我们吃了饭休息了一下啊，现在我们就去开始工作了啊，现在好大的太阳啊，慢点嘛，哪个没得经验说起啊，他说是手长的，我们要手短的，那不得把水捡了，把水放了。今天我们强哥是大工，我是小工啊。真的，我很佩服我们强哥啊，厨房也可以搞啊，然后现在这个水电他也会搞啊。你修这个修好久？啊？你修好久？修完后有差不多有一年哦，整整一年嘛。学了一年啊，还是可以。这就必须要慢啊，慢工出细活，这个不能太快了，搞快的话这个弄不紧的话就麻烦得很。好，这有规矩。好了，像这样就好一个啊，到时候把那个水龙头拧上去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下一个啊，今天任务把这一边要搞完啊，是吧？现在从天亮啊，现在搞到天黑了，现在路灯已经全部亮起来了。辛苦了今天，有点辛苦，有点累了。考试落伍了是吧？哦，考试落伍了。那待会多吃碗饭。哦，多吃瓶啤酒。现在都8点多，要到9点了啊，来顺着把今天这边搞完。确实今天热也热，是热安逸了啊。慢慢来，谁都有一个努力的过程，加油。好了，现在吃饭去了。